大家好，我是中富山麦当劳同分行 Emily。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呢就是这个 Sacred King， 它就是有一座和二座的。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看，由红磡广场三期行人隧道连接港铁金钟站及皇后大道东一带，食肆林立，包括中西餐厅、coffee shop， 享受旺中大直的休闲生活。高层复式单位，咁呢度叫价咧就系5300万，咁呢个实用面积咧就系1525尺，而望出去呢个就系康阳园观烟花景，望出去有 ICC 啦同埋一个政府总部，而下层咧就系有呢个客饭厅同埋一个开放式厨房。发展商太古地产，附属设施包括有泳池、桑拿室、健身室、乒乓球室、高尔夫球室。花园游乐场咧系喺呢个开放式嘅厨房，而一行入去咧就系左手边系呢个浴室，而右手边咧就系我哋呢个。沿住呢個木樓梯上到嚟咧，就係呢個複式單位嘅上層，咁分別有呢個三房一套嘅。我哋而家嚟到咧，呢個就係主人套房啦。而我哋呢度個主人房咧，就有一個特大嘅窗嘅，咁望出去有一個煙花維港景。而隔離咧就有呢個太古廣場三期。而房入面就可以放到呢个双人床，可以三边落床，仲有温馨时尚。而我哋走入去咧，就系呢个主人套房嘅厕所，咁分别有呢个浴缸啦，同埋企缸嘅。对呢个笋盘有咩查询，欢迎可以 scan 呢个 QR code 同埋打电话俾我啊！继续留意呢个笋盘推介。